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天在早上热闹开幕，而现场有26颗国内外的热气球升空，一早就有超过4000名的游客前往朝圣，而桃园市长张善政也到场共襄盛举，更要将桃园的特产带来展示，和全世界的观光游客一起分享桃园的观光特色。青青草地，放眼望去，一整排的热气球相当壮观。县长饶杏林与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一同乘坐热气球升空。台湾市长张善政这回也带来桃园的特产，要和全世界的游客一起分享桃园特色。桃园。非常高兴呢，今天桃园的这个馆呢，能够在今天早上在这里跟大家见面。那因为来鹿野高台的来参观热气球，不是只有台东人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机会，能够让他们在鹿野高台跟桃园有第一次的接触。也非常感谢在座已经很多人等着要看我们的热气球，今年非常特别哈，有一颗非常漂亮的妈祖球即将升空。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迈入第13年，也将时间延长到60天，总计有55颗国内外热气球参与，也欢迎全台的好朋友一起前来台东共襄盛举。记者杨子轩鹿野乡报道。